大叔，大叔，哎，杨连长，你好。大叔你好啊，你好，你干什么去啊？你不知道吗？什么呀？团长的事情啊，娶新娘子的事情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您看这两天喜鹊天天都在枝头叫呢。团长要娶新娘子，那个像花一样美丽的文青吗？对对对，哎，您怎么知道的？政委告诉我的嘛。 所以嘛，我要为团长编织一座新房，像花一样美丽的新房。编织？大叔，您说错了，是盖房，不是编织。哎，不是，不是盖房，是编织，边编织边唱歌，把云彩编织进去，把幸福编织进去，把甜蜜编织进去。您说的太美了，哎，在哪编织啊？在河边，草滩上，花丛中。这么美的事情，您算我一个吧。 可以呀，你有功夫，我们一起去搭把手吧。我跟您一块去看看。行，走吧。走。女兵的训练任务呢，固然重要，但是呢，该照顾呢，还得照顾。听见没有？行了，先这样。团长。啊？怎么找我有事啊？团长。 我要申请去大学上帮助杨两工作，这大渠的工作呀，又辛苦又危险，那个不适合女兵干。那咋了？我和杨两处对象就是要在一块儿，这样大伙也能多睡一会儿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如果你们俩成了，那可是大喜事啊，是我们英雄团的第一对。团长，我们不像你们文人，天天弄什么诗词啊、诗歌的，我们喜欢就是喜欢，我都明着跟他说了。 挺好的，好。那团长，我去大学上协助大勇的事儿。啊，去吧，我批准了。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好，谢谢团长。啊，去吧。 Vaysarhan ölsen diyen yarim, ürgüleyim o derdinden. Vaysarhan ürgüleyim o derdinden. Cinema, seni zandın korkmayman. Vaysarhan, zandın korkman yarim. 大勇，这都后半夜了，回去吧。我心里有点不踏实。可是我们每天都巡视啊，也没发现什么漏洞。说是有个宝箱啊，叫热河鳗，想给苜蓿浇水，把塘里木河刨了一个口子，一发不可收拾，形成了一条新的河流，就叫热河鳗。这么邪乎。大勇，那今天晚上就不回去了吗？再看看。 大勇，可是我今天身体不舒服，我今天特殊情况，整个人都特别乏，两个眼皮都直打架。那这么着，我们从这儿巡到那儿，再从那儿巡到这儿，如果没有什么情况就回，行不行？嗯。走。大勇。 艾尔肯大叔建的那个红柳房，你去过吗？还没去呢，听说不错。何止不错啊，里外都开满了花，可漂亮了。啊，你去看过了？当然了，我一进去都不想出来了。哼，那能行吗？你们那个文青连长能愿意吗？我就这么一说，那个红柳房那么小，顶多只能容下一对鸳鸯。 团长一办完，接下来办的人就多了。大勇，那咱们也紧跟着办吧。太着急了吧？你说，咱们也能有一个那样的红柳房吗？跟团长比，不太合适吧？可是我听文清说，团长有这个意思。他说把红柳房留着公用，只要是结婚的呢，都可以去住，新婚三天。 然后再各自回连队过集体生活，那团长发扬风格呀。
你看谁会去啊？太没眼力劲了吧！反正是文清说的，我就是喜欢那个洪柳芳。咱再等一等啊，说不定那个新京房啊就能盖好了呢。可是我不想等了，我现在就想给你生个大胖儿子。你姑娘家家的说这些话，你修不修啊？什么修不修的？你是不是傻呀，姚大勇？都怀疑是从哪儿来的。 云芳，小心点啊！没事儿。怎么闻到一股土腥味儿？大勇，哎，大勇，你过来，过来听听是什么声。哪儿呢？这儿。坏了，是个漩涡。可是还没有脸盆大呢。千里之堤，毁于一炬，马上就破口子了。那怎么办？我下去多大局。 云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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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坚持住！你一定要坚持住！
这威风，坚持住，等团长见完姑子，咱们俩就结婚。威风，你就坚持住，我要他又不能没有你。怎么回事？快救救他！我看他跳大溪渡口子了。看过来。云峰，同志，云峰，同志，你先出去一下。纱布。医生，马云峰怎么样了？功能性大出血，得马上输血。出我呢？这也得验呀，看匹不匹配。不用验了，我和马云峰全身 O 型血。你确定？确定。你是？我杨道友和马云峰是恋爱关系。可是你一个人的血也不够啊。没事，我身体好，你想出多少就出多少。那好吧。急死了！这是在哪儿啊？你在卫生队。大曲没事吧？发成了热和慢。没有，大曲保住了，当时就保住了，没有成为热和慢和。那就好。云芳，你真的很勇敢，可你也太任性了，谁让你跳下去的？我当时关不了那个闸门。大勇，云峰，团长，哎，别动，别动，先别动，先别动，先别动。哎呀，真没想到啊，这么一女同志，居然那么勇敢，你知道吗？你们俩啊，可为我们英雄团争了脸了，立的大功了。云峰，我已经让军区报社记者来了，对你的英雄事迹进行采访，进行报道。我现在可以骄傲地说，现在马云芳同志啊。是我们英雄团的骄傲。政委，可别这么说，大曲是要大勇负责的，我不想让他有什么闪失，那样对不起组织。勇芳同志，现在啊，您的首要任务就是把身体养好了，等养好伤呢，我们还有任务要给你们呢。团长，啥任务？啥任务啊？就结婚呐，这个任务能完成吗？保证完成任务。傻小子，老李啊，我是这么想啊。马云芳同志用自己的生命保住了大曲的安全，其实这个大曲没了倒没事，我们可以再修嘛。人的安全毕竟是第一位的，幸亏人没事。可不是嘛，这是个经验教训啊，今后啊这种危险的活一定要交给男兵来做。这回姚大勇和马云芳配合的也算是天衣无缝了。潘大局是一个细致的活，我对姚大勇原来还担心呢，他是性格火爆、粗粗拉拉的，哎，这回表现不错呀。我跟你说吧，政委，姚大勇啊，虽然脾气火爆了一点，但是啊，这小子并不是有勇无谋，很多大事上面他其实拿捏得很准的。咱们英雄团没闹病啊，这些女兵来了更是锦上添花。嗯，老李啊。我现在在想啊，要尽快让这良好和议好，他们结婚成家的事情，咱们要摆到议事日程上，让这些兵啊在咱们这个地方落地生根，开花结果。没错。哎呀，老林啊，你之前呢批评我很多事情是对的，特别是情感方面的事儿啊，真的不能管得太多。你看啊。这帮女兵呢，来咱们团的时间不短了，该接触的、该了解的都了解了，我也该放放手了。那老话说得好，卤水点豆腐，以物降物，随他们去吧。你这个孙悟空啊，终于想明白了。老李啊，现在是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啊。知道什么吗？婚房，我们要抓紧办这个事情。
咱们团谁先结婚，就用艾尔肯大叔的那个红柳房吧。哎，那不行，那个红柳房是艾尔肯大叔专门给你修的。什么你的我的呀？记住，是咱们英雄团的。崔小香，生日快乐！来英雄团那么久了，最近真的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了。这马云芳跟姚大勇好了，姚大勇虽然是个战斗英雄吧，但是他那工作也太危险了。这下好了吧，马云芳就出事儿了。哎呦，我真挺心疼他的呢。还是文清最好，跟团长好了，还当上了连长。哎，文清真的是我们当中最幸福的。我呢，我都没有着落。小夏，张连长，一个人在这干嘛呢？没事儿，瞎晃悠呢。过生日怎么能瞎晃悠呢？哎，生日快乐！谢谢连长，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生日的？我非但知道今天是你生日，我还知道你是 O 型血。你太厉害了！这没有什么厉害的，其实就是看了你们的档案。我不是在给马云芳找献血的人吗？结果看完档案之后发现，满打满算一共才五个人是 O 型血，所以我来找你来了。过生日还得献血，过生日给战友献血，多有意义啊！好吧，那这花也送给马云芳吧。哦，一花两用啊。是啊，哎呀，总之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走吧。好，这话我爱听。真好看，像童话世界似的。如果这个地方是童话世界的话，那我就是那个白胡子老头。你看，红柳做的都是，我敢说，在全中国啊，这是头一份。我敢说呀，这是全中国唯一的一份。对，唯一的一份。你想想，晚上躺在这儿，看着天空，看着满天的星星，这啥感受啊？哎，团长，你知道叫什么呢？还叫团长呢？哎，没干过来嘛，慢慢改吧。我是想说，你知道吗？结婚的时候，张连长和小香要表演节目呢。你说，远发和那个小香，会不会有那么一点点意思？我就怕这小香吧，她心高气盛的。你说张连长一只胳膊，我怕他看不上她。那不一定，军区首长左旗那也是一只胳膊，那夫人漂亮的。但愿吧。美。这树林子里啊，也没什么可吃的，我就做了点汤揪片子，你们将就吃吧。哎，谢谢嫂子。哎，这比住店舒服多了吧？是。你看，马也吃的美。咱们也吃着香啊。哎，德寿哥，我到了部队是不是就是军属了呀？你看我能当个女兵吗？能啊，你看我们团里的那些女兵，那都是从山东、西北还有从湖南来的呢，那都跟你一样离开了家乡来到了新疆。嗯，你到了那儿啊，看见他们就跟看见自己亲姐妹一样，
可好可好了。那我也跟他们一样，我也是个女兵。嗯，那得参军入伍吧。我当过民兵，站过哨，就把我跟他们编在一起吧。班长，你就让嫂子跟他们编在一起呗，正好嫂子站岗放哨，你就陪着呗。还没听说过有陪哨的呢。那行，今天咱先试试，一会儿你站第一班哨，早站早结束啊。行，今天你们都睡觉啊，我就试着站第一班哨。哎，班长，枣花嫂子一个人站岗能行吗？放心吧，我当民兵的时候站哨从来没出过差错。好，好。谁呀？慢慢站起来，让他们发现你。别害怕，有我呢。站，站，站起来。人马都劫，不可能就这一个女的吧？如果说人多的话，怎么会让一个女人站岗呢？对，只要我们上了马，他们就没办法了。朋友，干什么的？枪吧。我先给你们尝尝啊，
这位英雄，大家都是在江湖上行走的，都不容易。今日你高抬贵手，放过我们哥几个，他日我必定好好报答。那你说说我听听，打算怎么报答我？我看英雄你对罗马情有独钟，我给你弄几匹汗血宝马去。汗血宝马？嗯。你怎么弄？你别管我怎么弄，我给你弄来不完了。只求英雄你别把我们送进去。那你不还是得祸害老百姓吗？不会了，不会了。跟我讲条件。走。英雄，英雄。哎，这件事情还得抓紧时间办。好，没问题。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警察同志你好，我是驻和田英雄团的一个班长，叫刘德寿。在接我未婚妻的路上碰见这帮盗马贼，就给你们带过来了。好极了，这群盗马贼在燕齐祸害百姓，他们流窜作案，我们派出所出了好几次警都没有抓住他们。行，反正给你们送过来我这就踏实了。英雄团果真出英雄啊，立功了，我要向上级汇报，让你们的首长好好表扬你。不用不用不用，我们还得赶着回我们团部呢。行，那就此告辞吧。给你好。英雄，英雄，不好，英雄，快，英雄，走，英雄，走，走，英雄，走，辛苦了啊，再见。走，走吧。丽颖同志啊，哎呦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我还以为你这是马云芳呢。马云芳住院了，姚大勇没事儿，马云芳可就惨了。当时正好来这情况，摧残身体呀。情况？什么情况？这你就别问了，总归他是住院了，所以让我来顶替一下。哦，哎，你这会养蜂啊？不太会啊。已经让风清了好几口，清得我这脑袋都疼了。你呢？好，我去那边给他们采点蘑菇和野菜，给他们改善一下。哎，你可以拿点蜜回去调剂调剂啊。蜜？来嘛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哎呦，来嘛，来嘛。不，真不用了。这囊里头加蜜呀、啊，或者是囊蘸蜜吃都行。这不符合规定啊。这有啥不符合的？我到时候做个账就行了。哦。来，你尝尝。哎呀，好久没尝到蜂蜜了。哎呀，甜呀！好，谢谢谢谢啊。郭班长，啊，那我一会儿跟你一块儿去拔野菜吧。不，不行不行，不合适不合适。这有啥不合适的呀？看你平时跟这个争跟那个闹，好像挺厉害的。实际上啊，你这胆子比兔子的胆子还小。那咱俩一起拔拔野菜，怎么就不好了？不是我怕别人说闲话。你们这些老红军、老八路呀，所有的个性都是用来对付敌人的，而对于我们自己的内部矛盾和分歧，或者说是斗争，就束手无策了。特别是对付那些蛮不讲理的人。你这话我听明白了，你是说左小香吧？不是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这个人平时说话吧，脑子转得挺快的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碰见左小祥以后吧，我就张不开嘴了。我尤其是他气我的时候，我更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哎，我最后一想，算了，这好男不跟女斗。郭班长，你是不是喜欢左小祥？哼，要说不喜欢那是假话。不过这几天我也想明白了。我光喜欢人家没有用啊，人和人之间是得平等的。哎，这就是你不对了呀。这八路军打鬼子的故事我们听了很多很多，像你们这样的英雄人物那谁敢瞧不起啊？你这话说得对，我没文化不识字儿，这不是我们愿意的呀，对不对？你说现在不能以为是什么解放了，或者说是我碰上一个我喜欢的女孩了，我就能把我这一身毒气给洗掉吗？没事儿，我还是信俺娘说的那句话，有花的地方就有风，
我就不信我果学成打一辈子光棍。你娘是在老家吧？啊，在老家。俺娘有一天啊，说她困了，要睡觉了，这一下呀就睡了好长时间。现在在老家，盖着黄土，上面长着小花，在那睡着呢。对不起，我。哎呀呀，没事儿。我这个人呀、啊，说话就喜欢找个乐呵。你说咱们受苦这么多年了，你也平时说话不开开玩笑，乐呵乐呵，这不生活也没什么意思了吗？不是。顾班长，还真别说，你的这些土幽默，我倒觉得挺亲切的。啊，是吗？嗯。哎呀，你我们山东人说话就这样。哎，山东你没去过吧？呀，我们那是好地方，我们那出英雄，那水泊梁山。那武松知不知道？哎呀，就是那个，闲言碎语不要讲，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。那武松学拳到过少林寺，功夫练到了八年上啊，当了个当嘛。说得好，说得好，郭班长，我跟你聊了这么长时间，我觉得你这个土八路一点都不土。哎呀，我娘，李英同志，你是咱们团呀、啊。第一个说我不土的人。哎呦，时间不早了，我还得干活去了。哎，郭班长，啊，你明天还来吗？啊，来。哦，对了，那个明天您还在这儿啊？嗯。哎，那我就来，一定来啊。哎，你说刘德寿啊？啊，那是我们英雄团的兵啊。他旁边那个女的是他的未婚妻，叫枣花。对，没错。什么？啊，真的呀！哈哈哈哈，太好了。那行，我们也为他们起功。就这样啊。嘿嘿嘿。哎呀，老李呀，哎，怎么搞的？还窝在这儿，什么日子？今天不，政委，我知道啥日子，我这不是高兴吗？刚接的电话。什么电话那么高兴？这地方上打来电话，说我们英雄团的兵刘德寿在接枣花的路上抓了几个盗马贼，给地方除了一害，他们正准备啊向军区报功呢。好啊，嘿，刘德寿这小子，这回是搂草打兔子啊，立功成亲，好事成双啊。你说高兴不高兴？高兴高兴。哎，阿肯大叔他们一家来了吗？来了，还带了一大坛的葡萄酒。太好了，走去门口去。哎。门口干什么呀？不是说好了吗？去地窝子红柳房啊。政委啊，我是这么想的，我打算把那红柳房啊让给德寿和枣花他们先住。那不行。那咋不行呢？你和文清咋办啊？我自己会想办法。那不行，地窝子红柳房是艾尔肯大叔专门给你和文清修的，德寿他们以后我再想办法吗？政委，你忘了咱们说过什么呀？红柳房是属于我们英雄团每个官兵的，谁住不一样啊。再说了，德寿不是立功了吗？是咱们大功臣，咱们也应该热闹热闹，对不？行了，走了。好。同志们，先停一下啊！我先宣布件事儿，一会儿呢，等新郎新娘来了以后呢，就像这样热闹起来啊！团长，你不就在这儿吗？还要什么新郎官？哎，就是团长，什么新郎新娘的？你这你这个歪嘴的和尚，你给我闭嘴！没错，今儿呢，我既是新郎，又是证婚人，对吗，政委？对，好戏在后头呢。好戏？什么好戏？来了，团长，您来了！哎，来，赶快热闹起来！恭喜啊！恭喜！行，哎，我宣布，现在给新郎新娘披红戴花。嘿，咱真赶上了。嗯，就是。好，来这边请。哎，
同志，同志，哎，你搞错了，哎，哎，同志们，英雄团战士刘德寿和枣花同志的婚礼现在开始。好。是刘德寿同志和枣花同志的大喜日子，当然了，也是我们团长和文清同志的结婚日子。本来呀，这个红柳房啊，是艾尔肯大叔给我们团长修的，但是呢，鉴于我们鹰团目前的这种艰苦的情况，我和团长商量了一下，决定呢，从今天开始，把这个红柳房啊奉献出来，奉献给我们英雄团的每一个战士。哪一个战士先结了婚，那么这个红柳房就属于他。今天呢，刘德寿同志和枣花同志赶上了，所以今天这个红柳房啊，就属于这二位新人。好，政委，今天本来是团长大喜的日子，这红柳房怎么轮也轮不到我这儿。我说你小子怎么那么磨叽？那枣花妹子跟着你都快追了大半个中国去了，好不容易有今天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在甘肃的时候我已经答应他了，让他第一个做我们的随行家属。所以说，今天这房子你住也得住，不住也得住，对不对？对。还有啊，这个刘德寿同志啊，在这回接马的路上，生擒了六个盗马贼啊，为当地的民族群众除了一大害，上级是通令嘉奖啊。所以啊，今天刘德寿同志又记功表彰，又进洞房，是双喜临门啊。所以啊，这个红柳房是非他们俩人莫属，对不对啊？德寿，想想施政委什么时候给人打过电话，功誉很大呀。团长，我刘德寿是当过逃兵的人，咱们英雄团第一个成亲，我没这脸。不是，虎儿，你这臭小子。这事儿大伙都忘了，对不对？你老自己瞎提什么劲呢？就是，不是就是你这，这小子还抱歉，来，板凳就是，来，迈过马，走走走。哎，老郭，哎，别锁呀你，老郭，这哎。德寿哥，你咋不高兴呢？我这心里头啊，怪不是滋味的。你说这本来是团长跟文清的婚房，让给咱们俩了。你说我以前还当过逃兵，我就觉着呀。我怪对不住团长。哎呀，德寿哥，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，你心里要装这么多事儿，以后日子还咋过呢？枣花，你对我们家，对我娘的这份情，我这辈子都还不完。别说这辈子，你就是再给我一辈子，我也还不上了。德寿哥。只要你不嫌弃我，我就生生世世都跟着你。在我的心里，你就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花儿，
别这么说，我算什么男子汉呀？我就是个弼马温。要说男子汉，我们英雄团那有的是啊。张远发为了救团长，没了一只胳膊；盛成福为了救萨迪克，把腰扎伤了，那这辈子可能连媳妇儿都娶不上了。可是刚才团长还夸你了呢。我觉得部队大了，每个人都用处不同。你打比方说，牛肯吃苦，可以犁地，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；马跑得飞快，日行千里，可以代替人的脚。可是你要把他们调个个，让牛来打仗，马来犁地，你觉得这能成吗？德寿哥，你笑啥？哎呀，你在一个骡马班班长的面前跟我聊马呀牛啊